侯总监，介绍一下情况。目前我们对红鼎集团的收购进度已经到了30.5%，距离最关键的33%还差一步之遥。但是由于前期的收购过于激进，导致公司目前的资金状况不是很理想。我补充一点，红鼎集团新的市场部总监反过来与我们一些投资者进行了接触，确实有一部分投资者被打动。如果这个人不加以控制的话，最后可能会出现交叉持股的情况。那你们告诉我，什么时候集团的资金储备才能周转过来，进一步给红鼎施加压力？吴总，巨轮集团把资产转移到了风投公司，这就意味着我们被冻结了25%的活性资金，因此恐怕在短时间内集团无法拿出资金。苏氏集团是靠控股投资起家的，跟红鼎天上有着质的不同，为什么连33%都全拿不下来？就算没有巨轮的那部分资金，这一仗我们就不打了吗？啊！红鼎股份的市场价是多少？你们两个的年薪是多少？连这1.5%的股份都拿不下来，我们还谈什么和苏氏集团合作？你们告诉我，我该怎么跟戴娜总来解释？是这样，吴总，能源动力产业它的规模要比房地产业大得多，因此我们需要更多的流动资金来维持我们的正常运转，所以爷爷，为什么在你眼里我永远是小女孩？我已经长大了，你瞒不了我了。小雅，有些事情之所以没有告诉你，不是有意要瞒着你，是因为你知道了也帮不上什么，反过来还会容易被人家利用。就算我什么都不知道，就算我是小孩，我也知道吴总管买凶杀人是要坐牢的。爷爷，你要包庇他到什么时候啊？你如果进监狱了，我怎么办？不会的，小雅，你放心吧。那你就是承认了，吴总管真的买凶杀人了。爷爷，你到底有没有考虑过我呀？我是报警让警察来抓你，还是继续装作不知道看着他杀人啊？小雅，你还小，有些事情在你看来是非曲直
非白即黑。可事实是，凶手，你怎么来我家了？小小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爸的事情你到底掺和了多少？这几个月在天海，你到底杀了多少人？刘峰到底是不是你的人？杀段飞哥的人是不是你派的？夏雅，你先冷静冷静。别碰我。这些话你都是从哪儿听来的？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我要报警。小雅，你再听爷爷一句好吗？爷爷，我不能再听你说了，你说的再好听，那都不是真话。那这样吧，小雅，你再给他点时间，等到明天早晨，如果学星还不能洗清自己的嫌疑，你再去报警。总得给他点时间证明自己才行啊。况且你得到的那些东西只是从段飞那儿听来的结果，他有证据吗？是，如果到时候学星真的证明不了自己，那你再叫警察抓他。不过从现在开始，你不能和段飞再有任何联系，这里牵扯到苏家的利益，你懂吗？小雅，你刚才说的话是从段飞那听来的？用不着告诉你，你听着，我们苏家人不是好糊弄的，杀人凶手到底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爸的事情你到底掺和了多少？明天等着，你想好怎么解释吧。爸，您别听小雅胡说，也不知道她从哪听来的这个消息，简直就是空穴来风。是不是空穴来风，你自己清楚。你呀，怎么把事情做得这么被动？你要资源，要关系，要总裁的位置，我都给了你。可结果呢？你还把事情推到了失败的边缘。雪星，你别忘了，事不过三。你要是再输了，爸，不会再输了，是吗？柳峰在你身边埋了那么久的雷，你竟然没有丝毫察觉，甚至连一点起码的防范意识都没有，这不是功亏一篑吗？爸，您放心，就算你现在让我去杀了那个柳峰，我也绝对不会给他一点机会，把脏水泼到我们身上。你这次回来是要干什么？是因为柳峰抽走了你的资金？你是回来要向我借钱，然后再继续和冯鼎再战？
我一定会扳回这一城。好，在天亮之前先杀掉柳凤，抹掉痕迹，然后再编一个值得信任的理由稳住小雅。再用这笔资金和红顶再战。你发现慢血腥，这可是你最后的本钱了。怎么搞这么狼狈啊？你怎么在这儿？不用在集团待着吗？把权力分派下去，把自己隐藏起来，这是效率的最高模式。你到底怎么回事？今天遇到一个很有意思的项目，可惜没有杀了。我不是告诉过你吗？这段时间别在天海招惹是非。知道了。对了，你和那两个集团之间斗得怎么样了？刚开局就分胜负，有什么好问的吗？开个玩笑，没想到竟然被我说中了，他却非要把我也拉下水。你干嘛？你吓死我了！为什么你们俩的这段记忆不一样？我的事情很快就要结束了，以后啊。你可以单纯的做你的丈夫，再也没有别的任务吗？什么？再过几分钟，我就会去找柳峰。找他干什么？你知道我到天海来，一是来保护你，二是来找上大的人。你知道。现在看来，我们的敌人是一样的。敌人？谁？夏洛宾叔叔，设计夺取红顶的人，和夏我爸爸的幕后真凶，很可能是一个人。这个团第一手造成了今天天海的格局，想一家独大。你是说苏氏？你查到了什么？是柳凤，不是吴学兴派来的间谍。他之前接近你，很可能是有目的的。小九的死，
魏天狼的死、韩元苍的死，都是跟他有关系。而且宋兰镇这个人，也是柳峰派来的间谍。你是说，他是苏氏的人？宋兰珍，那徐若海呢？现在不是了，他背叛了苏氏，苏氏的人在想办法除掉他。上次想杀我的人，不是柳峰的手下，就是吴雪琴的手下。至于徐若海，我倒不觉得他跟宋兰珍有关系。他只是老毛病犯了，但宋兰珍这个人，我一定要交给警方。不可能。你不信吗？你是说，刘峰他是凶手？我知道你找这些人找得非常辛苦。我们沿着出来往那边赶，估计你会先到。报警了吧？还没有。你觉得现在报警会更好吗？先报吧，毕竟我们的能力有限。好，你到那边先不要打扫停车。知道了。哎，先生。是你，我就说过嘛，我有机会再较量。